在前一个单元，我们学到，如果一个随机试验只有成功或失败两种的结果，就称为一个伯努利试验。本单元我们将介绍二项分布。先来看一个例子，假设篮球选手小库的投篮命中率为 0.9， 且每次投篮都是独立事件，则三次投篮中恰命中 K 次的几率是多少呢？假设命中叫做成功，没有命中叫做失败。让我们列表讨论。令随机变数 x 表示三次投篮的总进球数，将所有可能的情形列出来，可得到下表。则成功的次数有可能是零或一或二或三次。x 等于零是什么意思呢？表示三次投篮命中零次。也就是三次投篮结果都没有命中，我们打三个叉，因为每次投篮命中的几率为 0.9， 没命中的几率为 1-0.9 等于 0.1， 且每次投篮都是独立事件，所以三次都没命中的几率就是 0.1 乘以 0.1 乘以 0.1， 就是 0.1 的三次方。同理 x 等于1是什么意思呢？表示三次投篮恰命中一次，隐含的意思是另外两次没有命中哦。因此根据上一单元学到的独立重复伯努利试验的几率，可知几率为 C3 取1乘以 0.9 的一次方乘以 0.1 的平方。同理 x 等于2是什么意思呢？表示三次投篮恰命中两次，隐含的意思是另外一次没有命中哦，因此几率为 C3 取2乘以 0.9 的平方乘以 0.1 的一次方。最后 x 等于3表示三次投篮恰命中三次，因此几率为 0.9 的三次方。因为成功次数 B 为 0,1,2,3 之1，将这四个几率实际算出来并加总后得到的几率总和为一，这个事实也可以用二项式定理来说明。P 加 Q 括号的 n 次方的展开式中，请注意红字的对应关系。Cn 取0乘以 P 的0次方乘以 Q 的 n 次方，加上 Cn 取1乘以 P 的1次方乘以 Q 的 n-1 次方，一直加到 Cn 取 K 乘以 P 的 K 次方乘以 Q 的 n-K 次方，一直加到 Cn 取 n-1 乘以 P 的 n-1 次方乘以 Q， 加上 Cn 取 n 乘以 P 的 n 次方乘以 Q 的0次方。当 P 等于 0.9， Q 等于 0.1， N 等于3，代入上式可得括号 0.9 加 0.1 的三次方等于 C3 取0乘以 0.9 的零次方乘以 0.1 的三次方，加 C3 取1乘以 0.9 的一次方乘以 0.1 的平方，加 C3 取2乘以 0.9 的平方乘以 0.1 的一次方，加 C3 取3乘以 0.9 的三次方乘以 0.1 的零次方。其中 0.9 加 0.1 等于 1， 即所有可能发生的几率总和为1。现在扩充至 n 次，令随机变数 x 的取值表示独立重复 n 次的伯努利试验中成功的次数，故有 n 次试验中恰成功 k 次的几率为 Cn 取 k 乘以 p 的 k 次方乘以 q 的 n-k 次方。其中 k 等于 0,1,2 一直到 n， 将其列表得如下。观察此表满足几率质量函数的两个性质。一，每一个几率皆非负，也就是每个几率都大于等于0。二，由二项式定理，所有的几率和为1。Cn 取0乘以 P 的0次方乘以 Q 的 n 次方，加 Cn 取1乘以 P 的1次方乘以 Q 的 n-1 次方，一直加到 Cn 取 K 乘以 P 的 K 次方乘以 Q 的 n-K 次方，一直加到 Cn 取 n 乘以 P 的 n 次方乘以 Q 的0次方，等于括号 P 加 Q 的 n 次方等于1。
因为 C(n) 取 k 乘以 p 的 k 次方乘以 q 的 n 减 k 次方，恰好是括号 p 加 q 的 n 次方二项展开中的各项，所以称随机变数 x 的几率分布为二项分布。我们来做个整理，重复操作一个成功几率为 p， 其中 p 大于等于零，小于等于一的伯努利试验 n 次，每次试验结果都是独立的。设随机变数 x 表示成功的次数，则 n 次试验中恰成功 k 次的几率为，符号即为随机变数 x 服从参数为 n 和 p 的二项分布，等于 c n 取 k 乘以 p 的 k 次方乘以 q 的 n 减 k 次方，其中 k 等于零、一、二，一直到 n。我们来练题目。若大 A 表示卷发的基因，小 a 表示直发的基因，则第一题，当这对基因为大 A 大 A 或大 A 小 a 时，外观是卷发。第二，当这对基因为小 a 小 a 时，外观是直发。小孩的基因是分别从父母亲各取一个基因来组成，且取得大 A 或小 a 的几率均等，以致一对夫妻的基因皆为大 A 小 a， 计划生四个小孩，且每个小孩从父母亲取得基因皆为独立事件，求下列各事件的几率。第一题，四个小孩都是卷发。第二题，恰有两个小孩是卷发。解答，因为题意聚焦在卷发，所以令卷发为成功。显然，成功的几率为四分之三，失败的几率为四分之一，则随机变数 x 服从四和四分之三的二项分布。所以 x 的几率质量函数为 c 四取 k 乘以四分之三的 k 次方乘以四分之一的四减 k 次方，其中 k 等于零、一、二、三、四。第一题，四个小孩都是卷发的几率等于 c 四取四乘以四分之三的四次方乘以四分之一的零次方，等于两百五十六分之八十一。第二题，恰有两个小孩是卷发的几率等于 c 四取二乘以四分之三的平方乘以四分之一的平方，等于二分之四乘以三乘以四分之三乘以四分之三乘以四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一，等于一百二十八分之二十七。让我们再来做个随堂练习。小库每天走同一条路上学，共需经过五个设有红绿灯的路口。假设他在各路口遇到红灯的事件是互相独立的，而各路口遇到红灯的几率都是三分之一。设随机变数 x 的取值表示小库在五个路口遇到红灯的次数，是求下列几率：第一题，恰遇到两次红灯；第二题，至少遇到三次以上红灯。正确答案分别为243/80和81/17，你写对了吗？如果一个随机试验只有成功或失败两种的结果，就称为一个伯努利试验。二项分布，重复操作一个成功几率为 p， 其中 p 大于等于零，小于等于一的伯努利试验 n 次，每次试验结果都是独立的。设随机变数 x 表示成功的次数，则 n 次试验中恰成功 k 次的几率为，符号即为随机变数 x 服从参数为 n 和 p 的二项分布，等于 c n 取 k 乘以 p 的 k 次方乘以 q 的 n 减 k 次方，其中 k 等于零、一、二，一直到 n。下一单元我们将探讨二项分布的几率质量函数图形，敬请拭目以待哦。